录影哎，请你讲一下你为什么参加这个哎。因为我是那个军医上校退伍的，然后呢，一个人的最重要健康就是你身上的毒要第一步要排掉，所以呢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人类的一大贡献，所以呢，就是必须要参加。是，因为你有毒，这个东西吃进去，它的效果会变减。那你已经83岁了？我是80岁的，我是国安县的。我是留美的，有日文、英文都会讲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对，因为我是地上高女，就现在的中山女中的初中跟高中。然后呢，民国51年的时候，有37个人参加留美考试，我在中卫被考上。我在留美的期间有27个国家的人，在捷信的时候我得过奖，是说我国外线的教学可以比美国。在民国53年的这个38妇女节的节日，中央日报访问我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一个人一点点的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。是是是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好事，只要我知道，我都会参加。所以呢，在4年前我也救过美国一个孩子，那是我中山女高叫做高青这个王青之的外孙，他是27岁，美国他是电脑的专家，电脑的博士，但是呢他的眼睛跟全身都瘫痪了，在美国加州的医院治疗2个月他换气，一点进步都，连基因都检查，结果呢医生给他妈妈讲，妈妈哭哭的给外婆打电话，是我中的王青之，打电话他就给我讲，卓金红，我姓卓，卓越的卓，金子的金，江鸟红，卓金红，他说你能不能有老师或是同学怎么样的可以来救我的外孙？我说以前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做预防保健，他们都不接受，认为说你3顿饭吃就过了。其实现在啊，因为在三十几年前，我家里是做那个百货的，然后呢，我妈妈在60几岁的时候呢，她的膝盖就酸痛，就没有办法站住，那我就带去给荣总和三金的同学来看跟老师，结果他们主张要开刀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在我自己的身上所发生的问题。因为不可能的事情，而且我能生意，能生一男一女，连801种验的 X 光机都跟他照坏了，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我认为说，所以我看到一句话，美国参议院关心现代病的问题，特别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在研究的结果，发现到一个人慢性病的真正的原因，就是你从年纪轻一直到老，不平衡的营养的人就是造成的。所以呢，他讲到有8种的产品，他们研究出一个是花粉，第二种是螺旋藻，还有其他呢还有6种，但是呢，我选择用螺旋藻。螺旋藻跟花粉，然后就这个8种东西，它是跟生命有关的46种营养素都有。那这个营养素它就变成一个环，只要这个环里头有一种没有，这个环就散掉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，你不要说我光吃维他命 A， 不吃维他命 B、维他命 C， 这个吃多了那个变减少，所以一个要一个环的这种东西。所以呢，我妈妈就是我把用健康食品全部给她吃回来，没有看到，活到96岁。所以我对就走上自然疗法，我救了不少的。所以我在生物能的世界生物能的也写报告，我也得过生物能的这个都有，以及呢，我从中卫到上校，我全部的勋章没有一张没有，老总统的勋章有2张。这个蒋夫人在100岁的时候从美国寄下的照片，哪一天你有空的时候，我可以带给你看，以及美金的，以及100年的时候，马总统送给我青天白日的勋章给我的。因为他们，你不要认为他们哪些人在做什么，其实他们的眼睛都雪亮，你知道吧？不是那个，所以我不断的像这种好事，我就不断的我要投入。
师，虽然我83岁，但是我不认为，因为现代的人年龄是160岁，不是160岁，所以我们自己，你有这个信心，你就可以活到健康，到有意义。我刚看到你很厉害耶，大家就是这样走，你还跑出去跟人家那个给人家贴纸啊？我贴了30个人，对，我贴上的给外国人，因为我讲。This is for you 啊，他就很高兴，就给他贴了。哎，我要碰到日本人，我也会讲，これあげますよ。哈哈哈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所以你走的路比我们刚刚走过来走更多路啊！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，谢谢哦，谢谢你，很幸福啊！对，我自己是那个军医上校队，军医上校。那我女儿他们现在是。发展缅甸，他们做那个垃圾变黄金的仪器出来，那在缅甸，他们也是，我就赞成他们做这次救地球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努力。还有龙总跟三军，他们很多的健康食品仪器，都是我女儿的公司给他们带做。对对对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我们哈。今天走出来哈，老天在看着我们，我们在做些什么事？是啊，是啊，是。我坐到你旁哈，你过来好，给你摸摸看。我的后脑是软的，你摸。啊，真的。你摸摸看。后脑是软的。哎，真的耶！我跟你讲，20几年前哈，我是硬的，现在慢慢就变成软掉了。因为一个和尚哈，来看到我，你有在信佛没有？他说你没有，你投来，他看到我的脸。他说你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而且你，我跟你讲，他讲我，他说你救了很多人的这件事，但是我没有盘腿念经的人。我跟他讲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医院。老师，其实我帮你拿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录影。对，我在医院的时候呢，我参加是南庙火莲给个南武庙啊，很关键。我现在在下雨的时候，南庙火莲给个南庙火莲给个。他们止まってください。那真的已经会听到，而且在那个时候，我那个时候住在中和，有一个妈妈是美容剪头发，结果她一个女儿在几岁的初一的时候呢？几岁初一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她5天住了6个医院，肚子硬来有打鼓，回到家里有便。他妈妈就一直念，就是一杯水，杯子没有喝过的杯子倒水，水果买来摆在那里，就是那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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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一句话就是天跟你这个旋律的配合。那你的很多的问题，你有什么就跟他讲。结果呢，他念到一分钟了，看到我的地方，说我去再帮忙。后来呢，还没回去，他给我女儿，结果我女儿。就是回来，妈妈有一个林先生打电话给你，那我回来说林先生有什么贵事啊？他说他妈妈的事情，然后我说好，你来带我好了，他就用摩托车来带我，我就去了，我也打一针几颗药给他，这个就好了。这个好了以后呢，他要去集会的时候呢，就给人家讲，就说我因为念这样子，然后遇到水我好了，就讲有一个吴传礼一个先生，他是支票，每天是怎么拿？就是用一个摩托车后面有一个香肠在给人家打的那个人，结果呢，时隔半年或者快一年的时候，自己跟他一样，结果呢，到永和的哪一个医院去看，永和医院住进去有今天检查，明天，然后呢告诉他，明天检查好，后天开始开刀，结果呢，他一直在找我，后来呢，明天他就找到我，今天没有找到我，明天找到我，那我说吴先生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假如这么信任我，你就回来，不行的话你再去挂地址。结果呢，那个林先生又摩托车来带我，我要去。结果呢，去了以后呢，他在那里念经，我在那里。结果，这个人又不用开刀就好了。很奇怪。所以呢，这个我就感觉出来说，一个人哈，真的你很多的事情感应。所以南无妙法莲华经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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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我去听我们总统的孙媳妇在永和那边，他的院子外面有一个榕树，
那个榕树给这杏子，因为折榕树在旁边，两个那个插在花瓶里头念经，结果呢，人家没有来要念他，要折他里头的给他按电影。太太，他眼睛亮的哦，瞎掉，看不见。他就是说，什么事啊？他说太太给那个树好不好？他说树做什么啊？拜菩萨，他不会讲。拜菩萨做什么用？他说你就念呐、啊，你念了、啊、就会达到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后来这个人也念了、那个，我这个事情跑到三重去听他的经验。后来他就已经到庐山去说了他的念经那个蒋总统的孙，蒋代的后代，这个蒋太后跑到三重，他有一个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那个时候我们叫他蒋太太。还有一个、哦、叫做阿碧，我跑到东岩去，他前身啊是木头一样硬的，你知道吧？那怎么样？你知道木头一样，然后呢，他在南部的一个庙里的附近，他的先生泼汽油，跟他一个女儿跟他跟先生一起要杀死，烧死，因为钱都花光了。没有办法，结果呢，他的阿碧跟女儿被救出来，但先生就不见了，不知道怎么死掉的。那这个人到就是那个东岩有没有？我们大市场的那旁边那边的，人家叫他念，他呢刚开始一两个月都怀疑，我这种种三经的看不好了，我怎么能念好？念这个呢？结果人家说阿碧，你真的认真的念，然后呢，他就讲好。我很多上班，让我念好，又留这个下面给人家看，其他就好。结果开始念，我那时候啊，我们有空就跟着他坐计程车啊，去坐给人家的，就是传这个教，就是慢慢上来，慢慢在这里念了半年，都全部都好了，就下不了。人家跟他讲，你要重讲，错误，好、哦，那个我是讲错，这个我慢慢好。阿碧，还有那精神病的脱光衣满路跑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的，你这个跟宇宙旋律配合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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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多是口，再加上你健康的问题，再加上你的心理自己，你觉得你有生的年可以给大家做一点事情，对，给人家做，心情开朗。好，谢谢。